他是越南的家人，但是他退给台湾的人，然后汇过来之后，我们进去之后就觉得他怪，只是他说要汇给家人，结果我们汇过去之后，中国信托就退回来说。 手法这样，一次诈骗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跟他讲，不要再汇了，可是他又想要再汇，我说你不要再汇了，就是29万啊，没有，他现在钱又退回来，又拿回来了，他现在又想汇，对，然后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再汇了啦，因为他真的太危险。我跟你讲哈，那个要汇出去的那个账户哈，是诈骗的账户。 不是，他现在又改另外一个户口，你又要改另外一个户口。对，他现在就是要改另外一个户口。他说那个钱不好赚哦。对对对，好了，你讲的没一样，你们讲的没有。你我跟你讲，你钱哦，你可以领出来，你亲自交给人家，这个会比较安全。但是你用汇的，你不知道你汇的是谁啊？台湾赚钱辛苦。 不容易，啊，你钱哦，不要随随便便被人家骗去，真的，你被人家骗去哦，啊，你汇的钱哦，又不知道你汇到谁那边啊，啊你最好是要看到那个人，哦哦，知道他是你爸爸妈妈，啊，你交给他，我们都没有。